好啦，我今次所講咧就係從神嘅角度睇萬物。呢個咧係我好感謝神，神俾我咧呢個嘅觀念咧係真係神教我，唔係我好，而係我係神教我嘅。咁其實我追翻咧，其實係從我嘅性格有關係嘅。喺我初信主嘅時候咧，我已經留意到一樣嘢，即係我今次去短宣嘅時候，我諗翻呢樣嘢，都係神俾我諗翻，就係神做我性格嘅時候做埋呢樣嘢。嗱，我細細個咧，我阿爸咧就教我哋掌上壓、sit up、打沙包，教我哋打拳嘅。細細個已經教我哋，咁咧就即係唔係咩打拳啊，打沙包咁樣打嘅啫。咁咧就喺我信咗耶穌之後咧，之前都係咁嘅，我之後都係咁嘅。我搭 lift 咧，得一個人咧，我喺個 lift 嗰度我就會打拳嘅啦，即係喺度練啦。咁咧有一次我喺度諗啊，我話神，因為嗰陣時我真係覺得神好真啊！我神望到我喺度喺個 lift 嗰度咧，就喺度自己打拳啦，神會喺度笑啦，都幾得意喎呢個人。啊，得閒咧自己喺度自己喺度打拳喎，即係因為一個人就會笑啊嘛，見到佢做一樣嘢，我神會唔會笑咧？即係我由細咧有種性格咧，就係嗰樣嘢我覺得係真咧。譬如我諗到神係真啊，我就會諗到佢好真嘅，我會諗到佢係點樣樣，即係唔係諗佢樣，我諗到。如果一個神係會係點樣樣嘅咧咁，咁於是咧喺我經歷好多樣嘢嘅時候，我就將呢啲嘅經歷，我都會諗到神係點。其實聖經有講過，唔係我作出嚟嘅喎，係聖經有講神點啊。不過好多人咧係冇諗嘅，好多人即係從人嘅角度睇萬物就點啊？哎呀，我有困難啦，神啊你幫我啦，我好慘啊！啊神你唔好唔記得我啊！即係呢個用人嘅角度，於是咧用人角度咧就點樣咧？見到困難就好似哎呀死啦！哎呀，點樣過咧？點樣過呢個關咧？成日都頂住過唔到個關。但係用神嘅角度咧，係唔難嘅喎。譬如行過沙漠，容唔容易啊？唔容易喎，真係你行沙漠又難行啦，冇水啦，你真係頸渴死，你唔使行幾遠已經會頸渴死嘅咯。啊，飛過沙漠容唔容易啊？大家有冇飛過沙漠啊？喺飛機飛過好容易啫嘛，係咪？當你喺高空嘅時候咧，係好容易。即係靠住神嘅能力，係好多困難咧，在人睇上嚟好難，但係咧，在神嚟講係好容易嘅。嗱，聖經咧其實充滿好多形容，從神嘅角度睇萬物，即係唔係我作出嚟嘅，係神。神係咁，因為我當我睇聖經咧，有我呢個性格咧，神就俾我去諗啊，即係呢個想像力。神俾我一樣嘢就係個想像力，我去想像神係點。但係其實聖經有講嘅，第一聖經有講神掌管世界一切。但係好多人咧睇到神掌管一切又唔會去點諗嘅喎。譬如聖經講，我哋立志行事都係神喺我哋心裏運行，即係你會咁諗咧，已經神喺度運行喎。即係話我哋嘅思想唔好淨係諗係我哋思想喎。一個屬神嘅咧，神其實喺你裏面咧參與緊你嘅生命嘅，係會令到你會立志同埋行出嚟嘅。呢個好特別嘅喎，腓立比書2:13，即係佢掌管世界上每一樣嘢嘅。同埋世界嘅歷史啊，神預言咗真係應驗嘅。同埋咧，神睇住動物喎，嗰啲麻雀又睇住喎。如果麻雀睇住老鷹睇唔睇住咧？啲魚睇唔睇住咧？即係你又咁推論啦，即係話樣樣睇住喎。同埋每一個人啊，聖經講到咧，你嘅頭髮有幾多條都數㗎，係咪？咁咧就數我容易啲啦，而家。其實我有頭髮㗎，你唔好以為冇頭髮，佢係短啫，即係條條短咁解啫。其實係。佢唔生得長啊！而家，但係冇所謂嘅。其實頭髮只係其中一部分。不過如果曬太陽，我哋戴帽啦嚇。咁咧就神感動人信主悔改成長同埋侍奉主，即係其實人悔改嗰時咧，聖經都係講到神咧賜俾人悔改嘅心啊。神咧如果唔係聖靈感動，冇人能夠稱耶穌為主。即係有啲人以為我決志信耶穌，其實聖經話唔係聖靈感動，冇人能夠稱耶穌為主啊。你能夠稱耶穌為主。是你的工作，因為神的感動呢，是神感動你將你改變，將你重生，重生就是神將你生出來，不是你自己生自己出來，是吧？有沒有人自己生自己的？是神將你生出來，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是聖靈生的。所以是神感動人悔改信主。其實很多人以為在報道會舉手，這個有多少人在報道會舉手的？你有冇發覺未舉手嗰時咧，哇個心好囉囉攣噶！你有聽到嗰時咧，哇越聽越想信主啊！有冇呢個感覺？其實係你已經改變咗以後，你好想舉手，
即係你未舉手，其實已經改變咗。呢個係即係我當我觀察報道會咧，其實唔係嗰啲人舉手信主啊，係佢聽咗道神嘅靈就感動佢，直情咧係好難頂㗎。有冇發覺呢樣嘢？係好難禁止一手唔舉起手，不過又好怕醜，因為個個人都唔舉起嘅時候咧，又怕醜啦。咁咧，但係咧係神感動我哋裏面有呢種改變嘅，同埋會成長會侍奉主都係神嘅工作。同埋咧，神對人同埋世界都有奇妙計劃啊！神喺每個人生命中，詩篇139:16-18，你所定嘅日子，我上面嗰一日已經寫咗你嘅冊上啦，有個奇妙計劃嘅。同埋咧，對世界都有喎，講預言有咩發生，將來咩發生，講曬嘅喎。咁原來咧，凡事都有神容許先能夠發生嘅。咁耶穌咧都同比拉多講話，比拉多話：你知唔知我可以有權釋放你，又或者釘你十字架？佢如果唔係上頭賜俾你，根本你冇權拜我，即係權柄喺神嘅手中嘅。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咁啊，即係咪神要人犯罪咧？唔係喎，唔係神，佢唔係令人犯罪，同埋帶嚟罪嘅後果。譬如好多人犯罪，帶嚟個家庭破裂，唔係神令佢咁做。不過神知道咁，不過佢又會帶領佢點樣得幫助。但有啲人堅決唔要神嘅時候，佢一路走落去。但係呢啲事咧，係神容許，即係話佢犯罪嘅時候，神都容許，神唔會掹翻轉頭喎。但神會感動，大家有冇發覺咧？當我哋犯罪嗰時咧，神感動我哋唔係一次嘅。有冇發覺喺你初信主嗰時咧，有講大話嘅習慣？神感動你幾多次先唔講大話咧？周時好多人係好多次之後先至開始唔講大話，或者你有啲唔好嘅習慣係好多次，即係其實神感動人咧，神係成日俾人拒絕嗰個嚟嘅。當我哋咁諗咧，我哋就即係先得為神諗啊。譬如你跟一個朋友說我不要你了，你不要再找我了，他還會再找你呢？我不喜歡你了，他還會再找你呢？通常人是不會再找你的，如果你再說了兩三次，他肯定不會再找你。但人對神有說過這樣的話是很多次的，神啊，我不要找我主了，我現在不想祈禱，我現在犯了罪，我不敢祈禱了，哎呀，我讓我犯了罪先，讓我娶了這個人先，這個人是是很漂亮的，不過他不信耶穌，不過我娶他先，你娶完了你才幫我，我先悔改，或者犯完一些奸淫，我犯完奸淫你才叫 我先悔改，即是其實呢人犯罪，但神其實一直感動他，叫他回頭。同埋神凡事祝福信靠和信服的人，即是神知道誰個信靠信服，即是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誰個神會知道的，神會知道我們的生命，我們所有隱藏的事沒有不被露出來，所有的事神都知道了，即是神其實很很厲害的，他逐個逐個人知道了我們的內心的，他有這個能力，但是他又很刻意地服侍我們，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按手我們身上，即是其實很好的，即是神真的超好的。神是赦免軟弱的人，即是他知道人軟弱，他明知道了，他知道我們軟弱，但是他並沒有放棄我們，他不斷去找我們，同埋咧努力興起佢哋。其實所有被神興起嘅人都曾經軟弱過㗎，係咪啊？呢個有冇人未試過軟弱過啊？包括我在內，我都試過軟弱過嘅。就係神咧依然繼續揾我哋，繼續好多人唔理神，繼續神咧係繼續揾佢嘅。所以好多人話怕面懵，神其實真係好唔怕面懵喎！真係我真係好感謝神呢樣嘢喎。如果神怕面懵咧，老早已經唔要我哋。但神係真係唔怕面懵，佢真係咧係樣樣都係最美好嗰個嚟嘅。所以你越想神，就真的世界上沒有人像神的，就希望我們真的對神很感激，很感激他的愛，還有盡量用神的角度看萬物。還有呢，神定義興起人成為偉人的，他想興起，個個都想興起，就是說他這種的心是很強的，就是你看到無論你用什麼角度看，什麼都是神最好的，他的智慧、他的喜樂、他的愛、他的能力，每一件事都是神是最好的。好啦，咁呢個發揚神聖言講道法就係專係去想人去時時講神嘅話語，唔係時講神點樣好。並且咧，我唔係淨係發揚神聖言講道法，發揚神聖情查經法，發揚神聖情敬拜法，發揚神聖情分享法，分享都係講多啲神嘅聖情嘅，講多啲神嘅恩典嘅。好啦，發揚神聖情講道法嗰、那個觀念嚇係乜嘢？一齊讀一讀嚇。明白和感激神的美善性情運作，即係成日都明白同埋感激，中意又後成去講佢，講佢嘅美好嘅。用繼續啦，用神的角度看萬物，深信神必會祝福信靠他的人，
就會對神有信心，相信自己能發揮生命。呢度講幾樣嘢，就係話咧，第一用成日明白同埋感激神嘅美好啦。咁樣用，於是用神嘅角度睇每一樣嘢。咁樣我會再講下點樣用神嘅角度睇每一樣嘢，同埋深信神會祝福。於是咧就對神有信心啦，相信神一定會發揮自己。即係如果人時時喺呢種嘅教導裏面同埋呢種生活裏面咧，佢就會對生命好積極，因為神一定幫我，幾困難都好，神一定幫我。其實好簡單喎，咁就好簡單噶咯。喺我初信主嘅時候，其實我就有呢個觀念，我有神咁好，哇咁多人未信耶穌，佢真係需要信耶穌喎。咁我就話神啊，如果你想，我就願意服侍你。咁我又會覺得咧，所有困難神都會幫嘅，所以我就即係我首先我係相信神好真啊，因為我係研究神嘅證據，知道佢好真，於是我就信一信就信得好單純嘅。於是咧我就會好願意跟從佢，初信已經係成日講俾人聽關於耶穌啊、全福音啊、幫助人嘅靈命啦。好啦。從人的角度講到會點咧？嗱，呢個就係我鼓勵大家唔好淨係用人的角度。你用人的角度唔係錯，不過唔好淨係用人的角度，包含呢個部分可以嘅，有啲部分啦。從人的角度睇神同埋人生都係可以，不過你唔好淨係用人的角度睇。即係話神有個天上有個神創造天地嘅，咁啊，我哋需要神啊，神幫我哋。即係呢個只係用人的角度睇咯，可能會覺得神好遠同埋神嘅愛唔夠大喎。有時如果淨係用人的角度看就覺得神很遠了，好像很難接觸的，可能會不肯定神會否對自己好，即是覺得神會真的愛我，很多人都這樣覺得的，神會幫我，神我這麼多罪，神會不會幫我呢？即是覺得是很難的，還有可能會只是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即是經常用人的角度，我想得到什麼，想得到什麼，即是如果只是用人的角度看我們的生命，咁咧，從神嘅角度睇萬物帶嚟咩益處咧？一齊讀啊！深信自己是活在神的愛供應和計劃之中，即係成日深信神愛我嘅，神供應我嘅，神咧係會有個計劃嘅，我生命好寶貴嘅。咁第二啦，深信自己在神的眼中是寶貴和重要的，即係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好寶貴，就會有健康嘅自我形象。就算俾人鬧完，冇所謂啊，唔緊要，神祝福我得噶啦，佢鬧我。不會傷到我的喎，佢鬧嗰啲説話喺空氣中只係震動一秒鐘都唔夠消失嘅喎，咁所以其實佢講嘅説話我唔使放喺心上嘅。當你真係相信嘅時候咧，你就唔會俾佢影響嘅。咁咧第三啦，深信自己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個個都可以成為偉人嘅。偉人唔係代表你賺好多錢，而係你影響到好多人，祝福好多人。你想唔想啊？個個都可以喎。嗱，想你要行動喎，咁你要參加課程噶嘛，係咪？你要訓練。即係你淨係話我想咧，你要練習啊！你要練習，一定要練習。唔練習咧，你好多嘢出唔到嘅。我自己就係因為我信主，即刻就做好多練習。同埋我信咗主3年之後咧，我就喺生命中學咧，喺一間基督教中學喺嗰度教書咧。佢就話俾我哋聽，個個老師都可以講道。嗰陣時我一聽到，我已經有心事奉神，我係好開心嘅。我講完第一篇道咧，嗰個老師話俾我聽。他話咧，嗰啲學生話好好啊，佢知道即係聽我講一句咧，覺得好扎心啊。咁咧，我話幫我仲有一半未講啊。佢話啊，你咪有個人話啊，你一半未講啊，不如你講埋我份啦咁。咁我又好樂意去講啊，即係我總係想去更加去發揮嘅。我又帶啲學生去出去傳福音，又帶佢哋有查經幫佢哋信仰，又幫佢哋去就係查聖經。另一個咧就係查聖經幫佢信仰嘅。就由初信就開始係咁啊！就成日肯用，我希望大家都成日肯用。第四啦，深信神比我們更緊張我們的事情啊！呢樣嘢好緊要啊，因為好多人就覺得，哎呀，我嘅嘢神唔會關心嘅。但係聖經講到，我哋未求已經，神已經知道啦。神亦知道，神亦都關心，佢又睇看顧麻雀，又看顧百合花。如果看顧百合花，又話我哋比佢更貴重，咁所以神一定會看顧我哋更緊張，所以。當你信呢句嘢你就唔會擔心噶。其實咁你嘅心就會鬆啦。第五啦，更有信心不被人的傷害或負面話影響啦。即係佢嘅傷害或者佢講負面話係佢嘅問題，我唔使放喺心上嘅。但係好多人咧就最中意照呢啲垃圾，人哋講咗一句説話就硬係反覆思想幾廿次，但係其實受傷害自己。其實佢講唔係真理嚟噶嘛。佢話你蠢係咪你變咗蠢咧？你即刻變咗蠢咩？係咪？你唔會噶嘛。你唔使放喺心上就冇嘢噶啦。跟住咧就第六啦，被人輕看或忽略也不受影響啦。
佢輕愛我點啫，忽略我點啫，一神睇中我無不所謂嘅。嗱，好多人咧就好睇人嘅，即係人哋睇中佢，佢就覺得好舒服；人睇唔睇中咧就好辛苦。但其實神睇中我得啦。第七，在困難中能相信神的供應和幫助，就幾困難都好，在人來說好像很困難，但我知道神背後有計劃，背後恩典，這個就是信心。當你用神的角度看，你就是神有計劃和恩典。於是呢，就好像我假設啦，神給你機會帶你上天堂，你看我聽我怎樣做事，這裡做事，這個預言應驗，看看我怎樣改變這個人。如果你有機會，神給你看一看，你會對生命很有信心。這個你看幾貧窮，你看我怎樣幫他。如果你看過，你會不會覺得很好啊？會有沒有信心啊？我們有沒有經歷過神幫我們啊？有。那你沒有上天看，你自己地上都看到了，是不是？你看了你就當是上天上看了咯，你當天上看了，那你就有一樣有信心咯。你聽過那麼多見證，是不是？剛才來那個姊妹的見證，她說那次我們為她祈禱，她都沒有什麼特別感覺，沒有什麼經歷，你反而發覺那些情慾、那些罪就走了。哇，都很神奇，是吧？即是人根本做不到，為什麼一次祈禱會改變呢？這個就是聖靈的能力。所以呢，看得到呢，原來從神的角度帶來很多益處的，從人的角度呢，就往往會擔心神了。好了，這個經文馬太十章廿九節一起讀下。兩個麻將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丟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所以不要惧怕，你們比許多麻將還貴重。很多人看這個經文只是用人的角度看，神會照顧我，求神你幫我，神就看到這裡，神會求你幫我照顧我。但你看看右邊那裡，就用神的角度看，一起讀下。神看顧卑微動物，神數過我的頭髮，神看我非常貴重，神必定保守我。這個只是我寫了其中一些，如果你用想像，你可以想像更多的。即是首先他的卑微動物他都看重的，他都看顧的。即是你說，哇，為什麼他這麼有空的？人就貴重而已，那些動物麻雀仔整街都是的，我們四圍去全世界發覺都有麻雀，去哪裡都有麻雀的。北極我們未去過，所以北極應該沒有麻雀的。那但是我們去的地方有人住都有麻雀在那裡，即是麻雀都看重，又數我的頭髮，那為什麼數呢？為什麼要數呢？就是他，總之他們整個身體每一樣東西，你有多少脂肪他都知道的，你的血管有多通多不通他都知道的。其實這些事只是代表神很關心，神知道我們每一樣東西，他也都關心這些事，他不是不理的。即是神可以上天堂睡覺不理我們住，你們來吧。但是神就是逐個逐個理才厲害，逐個逐個數，即當然神數又很快，他是一下子數到，但是他都會數嘛。這個就是神的能力，他要看我們非常貴重的，最重要就是很貴重。貴重有個背後就是他不計較你有多軟弱，不計較你多少失敗，不計較你犯了多少罪。這個就是我一直伸展下去，其實你可以伸展下去，你得閒想多些這樣的東西，你就會更加好。有些人得閒就想想三叔姑婆怎樣罵我啊，誰個人怎樣拒絕我啊，誰個人對我不好啊，即是就想想這些東西，那些又沒有益處的。我們得閒想想神是怎樣呢？你說我上次經歷聖靈，哇，即是神那些喜樂來，即是說神是喜樂的，神充滿愛，所以愛又來我那裡，即是神關心我的憂傷，他知道我的憂傷，所以他來幫助我。這樣想你就從神的角度想，即是想想你經歷每一樣東西，神要做了多少東西，以及他有多少心態。我們說了五樣，記不記得？神的心態，不是神的性情。第一，神的性情，他有這個性情先。第二，他這個心態祝福我們。第三，他有這些恩典給我們，即是給我們的幫助這些祝福。第四，他有計劃。又跟著第五，就是行動。一起說一次，你即去想可以這五個方向想，但你不用五樣都說完，不過你有空可以想完他的。第一，性情，即是他這個性，即是很善良很愛的，有聰明智慧的。第一性情，第二心態，他心態有些人好多東西，但他不喜歡給人的，但神呢，他就喜歡給人的，他的心態喜歡給人的。第三恩典，很多禮物準備給你的，
有冇人成日諗住啲禮物俾你啊？最多生日送俾你嘅有時係咪？會唔會日日都諗住有啲咩送俾你咧？神就係咁啊，得閒就唔係得閒啊，佢成日都唔得閒噶，佢成日喺度諗住有幾多嘢俾我。恩典啊，跟住又下一樣咩啊？計劃，佢計劃點俾你？即係譬如點救你，係咪使用過好多人啊？佢計劃點樣興起你，係咪使用過好多人啊？又第最後行動啦，佢點樣行動出嚟？其實當你諗嘅時候，我真係好感動。我話俾我每次諗，神啊，你真係好到不得了。我成日都話，神你真係好到加零一嘅，真係，即係好到咧係冇人係咁好嘅。嗱，如果你真係遇到個咁樣嘅男朋友、女朋友，你會唔會發癲咁話俾人聽？哇！我呢個男嘅真係好到咧，或者女朋友好到咧，真係冇人有嘅，全世界都冇一個係咁嘅。你咁話俾人聽，好到不得了嘅。但我哋有耶穌咧，又唔會咁諗喎，就唔會覺得佢好到不得了喎。我係任何一樣我諗咧，我諗親都覺得好嘅，即係做我嘅身體幾多荷爾蒙，全部咧自動照顧嘅。好簡單，媽咪咧有奶出喂 B B 咧，係荷爾蒙控制，一出世嗰日就有奶嘅喎，係咪啊？啲媽咪係咪啊？自己出奶喎，因為好奇妙喎，即係。如果你話自己變咁啊，自己點會變嗰種荷爾蒙出嚟咧？點會啱啱生 B B 佢就知道啊？呢個有出奶咧咁啊？呢個咧真係好簡單嘅。你一食嘢咧，佢口水出嘅咯；你一喐牙咧，嗰啲胃就出胃液嘅咯。呢個咧真係身體好奇妙嘅設計。全身咧，你食乜嘢落去，佢就消化乜嘢。當然你食埋啲唔啱嘅嘢就唔好啦。但係你凡食正常嘅嘢咧落去，佢就識得乜嘢嘢都識得消化嘅。即係呢個係好奇妙嘅。我睇重我哋又保守我哋。好啦，嗱，而家我哋跳一跳啦。哦，呢個約翰福音。嗱，我今日睇一睇呢個主題，一齊讀啊。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你講到咧就係唔係神容許冇嘢能夠發生我哋身上？如果唔係上頭俾嘅權柄，冇嘢係發生我哋身上，即係話任何嘢發生都係神容許。如果神容許，神一定有方法幫我哋嘅，但因為世人都有罪，所以神冇人法揾一個完美嘅人管理你，呢個係事實。所以我哋冇一個人有一個完美嘅父母，咁但係咧都係神容許你嘅父母嘅，咁呢個都係神嘅計劃。其實我自己發覺咧，神喺我生命咧，我父母生命同埋阿 Shirley 我太太生命都有奇妙嘅安排。嗱，譬如我自己嘅爸同媽咧，個性格都係純嘅，即係本身啊，佢咧係唔容易發嬲嘅，所以我性格咧唔會發，我又感謝神喎。Shirley 咧，佢嘅父母咧都係對佢好愛，由細細個已經係咁。佢爸爸好特別嘅，有星假期咧就梗帶佢出去玩嘅。咁咧後來佢啲生意一路擴展咧，即係有人嬲佢啦，不如你開多間廠啦。佢唔開喎，因為佢如果我開多間廠咧，我就唔能夠陪我啲仔女喎，即係咁好嘅。所以由細到大咧就陪個仔女能夠咧一齊咧去玩嘅，所以咧佢嘅性格咧就好單純、好開心、好有咩事咧，我同佢講咩事咧，我今日一齊我哋去散步啊，去拍拖咁，佢就好開心啦，即係好單純嘅、好開心嘅。呢個咧就係神做佢嘅性格同埋做我嘅性格啦。我覺得係神為我度身訂造嘅，係咪啊？度身訂造，即係啦。雖然我哋嘅父母都有不完美。但是在这个不完美里面，神是安排好，以致我是领受到很好的恩典，也都是好，即是可以有不幸也都是大幸。我爸呢以前在马会做的，不幸呢就是马会是赌博的，所以很多赌博，所以家庭很多争吵，也都很多经济的问题。但是大幸是什么呢？马会是有学费给我们的，小学有马会小学，所以我一直有读书，又到中學咧，又會幫我哋學費嘅，所以我一直有讀落去，甚至我讀聖經大學咧，馬會都同我出咗一部分學費喎，即係佢都出咗一部分學費，係啦，都好神奇嘅。你可以外國咧，你可以申請，咁我又申請又有喎，即係呢個咧係因為咁嘅緣故，所以我一直有讀書啊。如果唔係咧，唔喺馬會工作，譬如是但一個地方工作咧，一冇錢咪出去做工咯，或者喺屋企日日做塑膠花啦，嗰陣時細個係咁啊，做塑膠花唔好翻學啦。但係咧，因為學校有翻學，所以一路都有翻學。呢個都係神嘅恩典啊！即係呢啲一切啊，都係神嘅權柄掌管嘅。當我諗翻嘅時候，真係好神奇嘅，一切咧都係好神奇，係咪好神奇啊？係。好神奇，你就要感激啊嘛，你就要回應神啊！哇，真係好神奇嘅喎。好啦，
有上頭賜俾嘅。第二個經文，路加十章十九節，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蝎子，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上面一講到權柄，下面就講到權柄去踐踏蛇和蝎子，同埋魔鬼、撒旦，同埋攻擊所有攻擊你的力量，神都俾你力量可以勝過佢哋嘅，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的，唔係單止魔鬼邪靈嘅，亦都咧係人害唔到你。人可能害你嘅身體，但係害唔到你嘅靈魂。你有神咧，你就害唔到你嘅靈魂嘅。咁呢個就係神話俾我聽嘅權柄啦。有權柄，任何嘢發生喺身上都係神容許。第二咧就係你勝過一切邪惡勢力。好啦，嗱，從地面嘅角度，左手邊就係點啊？求神你保守我啦，免受攻擊啦，甚至好多人成日話：哎呀，我又受攻擊啦！哎呀，我全方又受攻擊，我講邪靈又受攻擊啦！我一聽，我真係覺得好有問題喎。耶穌話：奉我名你趕鬼，點解趕鬼又攻擊咁樣？即係耶穌應該補一句啊嘛。咁你要點樣？當然聖經有講攻擊噶，講到犯罪會有攻擊。但如果單係因為趕邪靈有攻擊，咁啊應該唔合理喎。宣教又受攻擊，有人同我講啊。他說呢，有一次我去宣教時，我就輕輕碰一碰個頭，他說是的，我呢就感受有攻擊，就是這個攻擊。我真的覺得是我自己論盡，即是不要說了神，當然不要說魔鬼，自己沒論盡。他說是你去有攻擊，我覺得不是攻擊，我去到直情是祝福人，發現到神使用我在宣教的市場，我真的不覺得是攻擊。但有些人就什麼都解釋為攻擊，有病又攻擊，咁我人身體會有病噶嘛？但係神會幫我哋康復，咁我有咩問題都唔使驚嘅。即係有啲人咧，總係好怕攻擊。有個人話：我唔敢為人祈禱啦，因為我怕攻擊。其實呢個聖經話咗，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應該手按病人。但係有啲人就會教人啦。嗱，我哋要小心係的而且確，我哋要小心唔好犯罪。但係就唔係叫人哋你唔好為人按手啊，免得你受攻擊啊，咁咪即係個個都唔好做耶穌要我哋做嘅事，就係守望病人就必好了。所以我哋個都應該做，所以你快啲咧就申請做好呢個功課，咁你就可以為人按手祈禱啦。而家我仲有個觀念，如果你偶然有罪，以致邪靈攻擊你，咁你咪即刻處理咯，就俾個機會你處理。你處理咧，你就會有下次，你就會小心啦。好啦，嗱，下面嗰啲就係我寫嗰啲啊，即係靠住耶穌所寫噶啦嚇，一齊讀啊！神已經勝過魔鬼，神有一切權柄，神掌管環境際遇，我什麼也不怕。嗱，呢個就係我的觀念啦。就神已經勝過魔鬼啦嘛，聖經話咗啦嘛。同埋咧喺啟示錄就講到咧，魔鬼用一條鎖鏈就將呢個魔鬼啦，唔係啊天使用一條鎖鏈就將一個天使用一條鎖鏈就將魔鬼捆綁佢一千年。啟示錄二十章，即係俾我睇到，哇！神咁簡單，一個天使搞掂喎，即係神已經有權柄，所以我哋唔使覺得自己係唔掂嘅。神已經勝過魔鬼，一切權咩權柄都有。神掌管環境同埋際遇，因為上面一路講，唔係從上頭賜俾你哋毫無權柄辦我，即係我所發生嘅事都係咧神掌管嘅，我乜嘢都唔使怕。咁呢個就係個結論啦。嗱，你詳細諗咧，好多嘢嘅喎，有人想害你。譬如約瑟想害啊，嗰啲阿哥想害佢，神就會知道佢想害佢，係咪神叫佢哋害約瑟咧？唔係喎，係佢哋犯罪喎。但係神知道咧，而家永恆已經知道啦。神要計劃佢去到埃及咧，神咧又會俾佢能力好快學到埃及話喎。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我哋睇聖經可以諗下呢樣嘢。佢本來都唔識埃及話，去到又識喎。佢一路當然唔係一下子識啦，佢都要學啊嘛。佢又做得好啊！有神嘅同在，即係話去到即刻祈禱啦。佢去到咧就唔係埋怨啊，神啊，我啲阿哥真係衰啦。點解神啊？你點解俾我生喺呢個家庭啊？搞到我而家嘅啲哥出賣我啊！嗱，佢冇咁埋怨喎。佢係一路親近神，結果有神嘅同在啦。即係佢喺個困難中，佢相信神嘅同在。咁所以神係掌管嘅，以至咧佢又去到賣到俾呢個波提佛咧嗰度咧，去到呢個人咧咁啊，就本來又唔好啊，因為嗰個太太咧就太孤單啦。就結咗咧就引誘啊約瑟喎，引誘唔成功啊，無告佢捉咗去坐監，本來就唔好啦，點不知捉去坐監，又跟住又識咗啲官員，跟住就後來就發夢咧，又發夢嘅神又俾佢解夢啦，跟住咧就可以去到法老王嘅王宮裏面啦，成為宰相。呢一切咧，即係話一切發生啲唔好嘅事咧，神喺佢周圍一路做嘢，一路做嘢，一路做嘢，
既然神咁做嘢，有咩驚咧？係咪？既然神成日做嘢，我哋根本唔使驚，乜嘢都有曬神嘅計劃。所以有咩事嘅發生嘅時候，我哋就話俾自己冇有怕，唔使驚嘅。神一定有佢嘅方法嘅。好啦，嗱跟住咧，嗱呢個我講緊就係從神嘅角度睇萬物對乜嘢有幫助咧？第一，睇生命有幫助，睇我生命成條命都係神計劃好嘅，成條命。睇世事，無論世事點樣，我哋唔能夠知道嘅，但係神都一定有佢嘅方法。面對困難，每一個困難背後神一定有方法解決嘅。輔導，譬如我哋幫人好似好難，但係神一定幫到個人嘅。釋經或者講道都係成日咧睇到，哇！神咁好，即係話我想大家咧個口成日都講神嘅，即係你個口咧係一定會一日提神好多次嘅，講到神或者耶穌點樣幫我啊，又諗到耶穌點幫我。我哋想有呢個查經方法、講道方法同埋侍奉方法同埋領敬拜，係一定需要我成日都去諗神係點樣做嘢。於是你口講親都係講點樣。嗱，即係先我哋喺練習嗰陣時講到喺門徒訓練咧，就講到見證咯喎。阿元咧就講到佢屋企啦，佢三個幾鐘頭咧開咗火，出咗街，唔知道本來咧就可以火燭嘅，因為佢一路高温，一路高温，一路高温，嗰啲牆可以燒著火嘅喎，嗰啲窗簾、嗰啲床鋪可以燒著火嘅，但係又冇事喎。咁啊，佢翻到就好驚，但係咧佢又諗翻，哇！神咁樣救我，神幫我，神又感動佢喎。嗱，神又感動佢。嗱，咁我就同佢講啦，我話你要咁樣諗。神老早知道你唔記得咗山火噶啦，但係神又保守間屋唔會火燭嗱，即係用神嘅角度睇啦，神保守間屋唔會火燭，跟住神咧就放啲意念喺個心裏面，感動阿元咧知道係神保守，於是個心就神咁保守我，我真係要將生命俾耶穌。一諗咧，聖靈又臨到，成個人就火熱咯，成個人又發熱又火熱，咁咧神就俾佢一個熱切嘅心，跟住翻嚟好熱切去分享，都係神咧喺佢心中。運行叫佢立志行事啦，即係呢一切咧都係神做嘢。大家攞唔攞到佢要點啊？唔好淨係講自己發生咩事啊，而係用神嘅角度睇神做乜嘢。你睇聖經咧，聖經講好多野地嘅百合花，神點照顧都係話神照顧啲百合花先嘅，神做一切嘢先。我哋於是講任何嘅教導，你都諗一諗神做啲乜嘢。有時個經文直接講，有啲冇直接講嘅。好啦，輔導啦，同埋釋經或者講道或者領敬拜都話神而家喺度。嗱，呢個係咪真嘅咧？神而家喺唔喺度啊？神而家喺度嘅係咪？神見到我哋敬拜好開心，係咪真嘅咧？聖經係話佢住喺以色列嘅敬拜之中喎，即係真嘅。咁所以話俾人聽，耶穌就喺度，放心去親近佢啦。然後咧睇侍奉同果效，好多人就好緊張，死啦！我成日都傳福音冇果效，唔緊要，只要你傳就得噶啦。你信靠神就得，果效在於神。我第一年信主，初頭嗰幾年信主都係帶唔到人信耶穌，但我第四年開始帶好多人信耶穌，喺嗰間中學開始咧，跟住之後一路都帶人信耶穌啦。開始咧一路神俾我摸索，同埋咧當好多人問個問題，我就去諗點樣方法去回答佢啦。即係侍奉同埋果效，有好多人咧侍奉係好驚，死得冇錢點算咧？啊，冇經濟點算咧？就係睇個果效啦，同埋睇婚姻同單身。唔緊要嘅，神喺天上寫咗噶啦，結婚神為我預備好。如果單身又冇所謂，一樣咁好，一樣可以開心嘅。你行神嘅路就係、是，如果你唔係行神嘅路咧，你結咗婚有可能鬧交鬧到不得了喎。你單身又變咗老姑婆嘅心態咧，有啲老姑婆心態喎，成日都唔開心嘅。我識得有個人咧，佢未結婚又唔開心，結咗婚又唔開心，因為覺得丈夫對佢唔好啊。跟住丈夫有身體問題咧就離世，佢又傷心。佢未結婚又傷心，結婚又傷心，丈夫離世又傷心，幾時都傷心，一世人都傷心。其實當佢用人嘅角度睇，真係好淒涼。但用神嘅角度睇，唔緊要㗎。單身咪可以侍奉主咯，哈利路亞！結咗婚又感謝神啦，有個丈夫啦，好好啦。丈夫離世去咗天堂又好好啫。咁當然傷心嘅，但係咧經過處理，個人都會起翻啦，唔會成日憂傷㗎嘛，係咪？但係咧有啲人佢真係起唔翻，因為佢依靠婚姻，依靠佢有嘅嘢。佢唔係倚靠神，佢成日睇有嘅嘢啊，所以有啲人成日都講你有咩工啊，你有幾多錢啊，你乜乜乜啊，你個丈夫係乜嘢咩咩資格啊，即係總係講呢咁嘅嘢嘅。咁但係咧，我哋有神咧就唔係睇嗰啲嘢，就睇神嘅計劃。嗱，希望大家今次攞到，我今次特別強調咧，咩都用神嘅角度睇。咁希望大家做功課乜乜都有多啲講神嘅。
同埋睇神同埋神嘅性情啦，同埋作為好唔同啦。哇！神真係靚到不得了嘅，美善到不得了嘅，真係咧聰明智慧到不得了。佢所有作為都完全完美嘅。於是我成個人都鬆曬啦。好啦，嗱呢個就係功課嚟嘅。一陣間咧，大家咧就會睇呢個幾個經文，四個經文，兩個已經講咗噶啦，後面有兩個添嘅。一陣間咧就大家去討論，應用翻喺我哋生活裏面。嗱，下面嗰個兩個經文一齊讀一讀啊，《以弗所書》四章廿七節，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由《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嗱，呢兩個經文咧，話俾我哋聽，就係魔鬼有啲乜嘢攻擊你呢？下面有經文講咗啦，上面講到我哋可以勝過仇敵啦。下面講乜嘢可以攻擊呢？咁以弗所書四章廿七節咧，之前咧就講到唔好犯罪啦，唔好含露到日落，即係呢度就講到唔好犯罪嘅。然後咧下面嘅經文咧就講到犯罪會遭遇得更加厲害。你將呢四個經文嚟到討論，到底咩情況可以俾魔鬼攻擊，咩情況我哋得勝，同埋用神嘅角度睇嘅時候，點樣勝過罪啊？點樣得勝啊？點樣可以唔受啲影響啊？我哋都可以咧去得勝有餘。咁我希望咧，大家就話所有你嘅侍奉都能夠有呢個成分，時時都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我哋嘅神實在太美好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要宣揚神，無論做乜嘢講乜嘢，都成日講到神點樣美好嘅。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會大家有冇問題啊？關於嗰種用神嘅角度睇萬物。嗱，譬如好似 Jenny 咁啊，佢又記得2014年1月13日係咪？佢話記得好似佢嘅結婚紀念日，因為 Karen 就嗰日開始咧就瞓得翻覺啦，神一路醫治佢啦，開始佢又四年失眠，呢個係神嘅恩典，就係神定義啊！嗱，首先個定義咧有老祖喎，神定義咧，當我還軟弱嘅時候咧，神就定義叫我經歷聖靈喎。當我喺當時喺香港嘅時候咧，神就安排安卡羅嚟到香港，讓我經歷到聖靈。將我生命更新，一路追求聖靈充滿，這個一早神預備的，即個淵源去到咁遠嘅喎。神首先復興安卡羅先，安卡羅其實是一個生意佬嚟嘅，但神就復興佢喎。佢經歷到聖靈咧，佢就做生意，但係佢有心去宣教，去做報道嘅。然後咧就更新我啦，跟住咧就一路追，即係一代一代咁追落嚟，咁啊追到去佢嗰度啦。追到佢嗰度咧，又神又喺佢生命做工就係、是、啊 ，Jenny 有呢個心啊，好想揾神嘅幫助。咁咧，即係呢啲一切咧，都有神一早安排曬。所以我哋講見證咧，希望大家咧講埋背後神做乜嘢，同埋任何事發生呢度講到啦，關於魔鬼嘅攻擊，同埋我哋點樣得勝，點樣可以唔得勝，點樣會失敗，由呢四個經文去討論。然後一陣間咧，你兩個人討論，然後咧你一陣間咧就出嚟分享啦。咁但係咧已經有人話咗報咗名噶啦。有兩個，一個是 Mandy， 一個是 Rachel， 就已你唔係呢個時候啊，你係喺換道訓練 ，OK 好。但係我唔係呢個題目喎。你唔緊要㗎，你可以講你嘅題目都得㗎，得㗎 ，OK。你答佢 ，OK， 已經做咗啦嘛，答佢。OK 好，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大家咧就兩個去討論呢個問題，然後點樣去喺呢每一個經文睇到神嘅工作。嗱，就算講到罪咧，都有神嘅工作嘅喎。我俾少少 hint 你啊，俾少提示啦，唔好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即係話犯罪俾魔鬼留地步，就會遭遇得更厲害，即係就好慘啦。但係我哋點解個個唔係咁慘呢？即係神咧，我哋心成日講嘢係嘛，感動我哋，提我哋，等我哋唔好犯罪啊嘛，又俾我哋力量啊，又俾我哋經歷聖靈，又俾我哋聖經啊，又警告我哋啊嘛，又提醒我哋啊嘛，又愛我哋啊嘛，等我哋唔好犯罪啊嘛，即係神。已經做了很多工作，足夠幫我們脫離罪的，是不是？所以在這件事上，神是完全得勝，而且祂做好了很多工作。只要你在神裡面，你的生命就不會被魔鬼攻擊到，你走在神裡面。所以呢，我就希望你 去思想這四個經文，去發揮更多神怎樣勝過魔鬼呢？神怎樣勝過，然後我們怎樣能夠應用出來，在我們生命裡面完全相信，沒有怕，乜嘢都唔使驚嘅。